长得个奶揍的样，你知道不？我又咋的？我怎么蒙灯了你？我揍到你身上，你怎么不蒙灯了？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你瞅他妈那沙发，你挠的，长不长记性？有没有脸？没有。亮亮，亮亮，妈妈问你话，妈妈直播的时候粉丝是不是可喜欢你了？是不是？是哈，还有好几个粉丝都给你当干妈了，对不对？对哈。然后，干妈给你买啥了？啊，给买人气悠悠了，是小亮干妈给你买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、啊、哈，那你们谢谢亮干妈呀，谢不谢谢啊？啊，谢谢了，我宝宝真懂事，真是好孩子。